你来之前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啊？这有什么都没准备，而且你不在自己家公司好好待着，怎么想到来我公司实习？你知道的，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？这些年你还沉迷于职务啊？还是师哥了解我。现在的保洁啊，越来越不像话。糟了，要是让他知道我是陈景然。 他对我的误会就更大了。谁的保洁车落这儿了？叫人把他给取走。咱们俩就不用拐弯抹角了。我知道，你来我们公司实习，是想让我帮你们公司。但是，弗罗拉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师哥确实有心无力。如果我能帮的话，哟，对不起，笔掉了。 师哥是真的帮不了你。师哥，咱们先别说这个了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你看，这是我刚做的植物研究，好看吧？嗯。我再给你看另一张照片。啊。还有这个，漂亮吧？挺。你过来，我给你看看细节。